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呢个疗剂咧，系叫做燕麦吓，燕麦燕子嘅燕吓，麦片嘅麦，燕麦。咁学名咧叫做 Avena sativa A V E N A Avena sativa S A T I V A 呢个就学名 Avena sativa， 即系燕麦。咁我哋英文普通叫做 oak straw 吓 ，oak straw。咁呢个系一种植物啦，好明显啦。咁系整棵嘅植物咧，喺8月份咧就系采集咗之后咧，就将佢研成糊浆啊，跟住咧就将佢咧就沟用酒精咧就将佢嚟到抽取嘅，沟埋酒精。咁通常咧就2份酒精，1份咧呢个燕麦吓。好啦，咁燕麦咧系用喺咩情况咧？我相信咧文明人咧都有啲好多情况都有机会用得着嘅，因为燕麦咧是可以改善我哋脑袋同埋我哋神经系统嘅营养状况嘅。咁可以咁讲咧，燕麦咧通常咧系用一种补充剂吓，一种补品，又是长期病后吓或者患病咗好耐之后嘅，跟住身体虚弱吓嘅呢种嘅状况之下咧，就系、是、可以燕麦咧系一种好好嘅即系嗰个补充剂嚟嘅。咁亦都好多时候咧，我哋燕麦咧系爱嚟帮一啲人咧，因为戒做戒毒啊，尤其是咧吗啡啊，或者系食可乐应食得一段嘅时间呢种需要嘅戒毒啦。咁你知道啦，一般情况咧如果你系可乐应啊戒毒咧，个过程系好辛苦嘅啊。通常咧佢哋就会个人咧系神经系统咧好衰弱啦，同埋好疲累啦，同埋咧系瞓唔到觉嘅咁。咁呢、这个燕麦咧，系可以呢种情况之下咧，系可以帮助咧啲人咧，系因为食咗好多啲可乐英啊，或者大麻啊，甚至乎食好多啲镇定剂啊，咁佢哋想戒甩呢啲咁嘅毒品咧，咁系可以借助咧呢个燕麦嘅。咁呢种情况之下咧，我通常咧就系、是、建议嘅用法咧，就用大概15滴啦，挤落一杯少少一杯细杯嘅热水嗰边，咁一日咧就食3次，咁你要进服。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用量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戒毒的作用的。咁好多时候呢我们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即系神经衰弱啦，吓你大家都好多人咧喺都市文明人咧，有时都系经常有神经衰弱呢个问题啦。咁通常嘅神经衰弱咧，就个人咧就系、是、个人咧就系、是、瞓得唔好啦，系咪？长期瞓得唔好啦，咁当然啦，一瞓得唔好咧，个成个精神就萎靡啦，啊个脑筋就用唔到啦，啊佢又感觉好弱噶，咁所以好多时候咧，老人家嘅啊即系体质衰弱嘅虚弱嘅老人家咧，系瞓唔到觉啦。啊，佢好緊張啊，咁可以嚇薏蜜係個好好嘅啊補充劑嚟嘅，或者小朋友都係喎，啊緊張啊，個人體質衰弱啊呢種嘅情況，咁亦都喺有時候咧係一種急性嘅傷風嚇、啊，可能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亦都睡眠受影響，咁你想安神嚇啊，幫助安神咧，咁可以用熱水嚇、啊，用20滴啦，攞滾水。每一个钟头咁食佢几剂吓，咁通常个用量都可以到即系5滴到15滴啦，咁样，咁视乎你而家嗰个感觉上嘅状态啦。咁所以咧系啦，咁你睇到大家都听到吓，呢、这个燕麦咧系个功用系，即系相信好多人都有机会用得到嘅吓，即系任何嘅神经衰弱啊，个精神萎靡啊吓，或者咧。好多人咧，因为个纵欲得太严重啊，可能个人咧觉得感觉虚弱啊，呢种嘅情况之下咧，亦都可以啊试下咧用呢一个嘅吓、啊、个薏蜜呢个嘅疗剂嘅吓，咁、啊、所以咧啊大家系记住吓、啊，如果吓、啊、适当地采用呢个嘅薏蜜咧，系喺简单嚟讲啦吓、啊，都市人嘅神经衰弱，瞓得唔好，个人好紧张吓，薏蜜系你哋嘅救星嚟嘅。下次我哋再同大家介绍，拜拜。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